他就跟我聊，我就说那我下次可以去你家跟你学几道菜吗？哇，跟兔子的言论不一样了，哇！因为我们两个家也住很近呢、啊。对啊，你越讲我越变态。那个说他是算是我的封面的处女座，所以他是你第一个台阶，第一个，对对，是我的第一个代表。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拐姐，拐姐，拐拐，拐什么星座？巨蟹座，因为搞怪其他东西就不用再问了，而且这大家都会背，太熟了。对，而且他是身高太棒，168，我娶到他你就一路发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你也在算命是不是？所以说你今天是给那是谁追踪你？哪位大哥？我是康哥。哎呀！哇，所以康哥看上的一个会追，什么叫看上？翻牌会追，我们追的都是有这种你知道 label。我们不是一直瞎眼乱追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真的认真得罪了前面的，没有，因为我跟他们不够熟啊。这边他算是找的，对啊，我其实是之前宣传电影的时候看，那时候就跟康哥是先互相加脸书，哎呦，因为我们是电影咖。脸书，他是演电影的，我是看电影的。投票员。后来节目结束之后，康哥就追你的 IG 嘛。其实我有点忘记是谁加谁。这只是说，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有看到康哥加我的 IG， 我还蛮意外的。对啊，康哥也是这一年比较活跃在 IG 吧？嗯，变壮什么还是什么意外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啊。哦，一大堆啊，就互认识他也认识我，认识的他也认识啊，都是这样而已、啊。对不对？很棒的，解释的很好了。铁青哥哎，没有，铁青哥在演艺圈很久了，什么没学会，就学会撇青。我跟你讲，撇王，撇王。哎呦，你跟阿达。哦，对，我是他学妹，我国中学妹，国中的学妹，高雄国中的学妹。就是说阿达他们那一届完了以后，你们学校就开始有挑了，对不对？请注意你的发言分寸，我会寄存真信函。哦，你们是国中学妹，国中的同一个学校。对，但是上来台北才认识。哎，对。但是我们一直有说最近要约煮做菜，约了好久都没有。哇，你做菜？对啊，做菜很私密耶，做菜很私密到。而且围裙里面有穿衣服，为什么不穿衣服吗？是阿达没穿才没穿，裸煮没穿。没有人在约做菜这种什么猪肉龙？没有，因为前阵子可能是达哥有看到我都会在动态学做菜，然后他就跟我聊，我就说那我下次可以去你家跟你学几道菜吗？哇，跟兔子的言论不一样了，哇！因为我们两个家也住很近呢、啊。对啊，你越讲我越变态，怎么这样子？哦，原来你搬到那里是为这个原因哦，为爱而搬，在他家旁边的。难怪我们三个住很近。还有你刚刚在做菜，如果他爱泡澡的话怎么办？我家浴缸刚刚好破了。不好意思，泡澡这一方面再演艺圈。我有翘楚，他自己去挖完全尺的，一直约嘛。你讲这么多，我们认识很久了，我们认识很久，为什么？怎么认？十几年了。台北上来台北怎么认到？其实，在高雄啊，是高雄共同的朋友，然后再认识，然后来台北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在台北发展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出唱片，我就说，哎。学妹就帮我拍啊，对，我第一次 MV 就是拍大哥的，对，哇耶，所以那个时候你 MV 很好看。那 MV 里面你们是饰演的身份是什么？哦哟，谈恋爱。嗯，你看啊，他我是跟一个假的玩偶，然后他是演那个玩偶，那叫影影啦。对，那个是有日本有个系列那种，有，然后他变成真人，系列是这样，所以充气娃娃变成人系列，对，哦，充气人形，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真的拍了一个充气娃娃？对，可是那个版本后来还不能上，那个版本太变态了，所以后来就找了一只充气鳄鱼，我变演恐龙妹这样，要变恐龙，哇塞，这样子侮辱自己的学妹。不是吧？没有吧？那只还不错吧？可爱，可爱的，对，充电又胃痛了的，没有，所以你还认识立冬，所以你多认识，你可不可以开心一点？从中更认识，你可不可以开心？不是，你们有革命情感，对，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我们好像差不多时间出道，应该说他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就蛮。朋友会大家一起出去，然后会吃饭啊，大家没有啦。那个说他是算是我的封面的处女座，就是一开始我们有被拍到，哦，对的周刊。可是那时候是我们一群人出去，所以他是你第一个台阶，第一个，对，是我的第一个代表。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，对，OK 啦，详细可以去翻一下。可是你为什么都不参加他的生日？
对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的生日哦，都借故不参加，明显不理老妹，没有，他一开门就不是，他一开门啊，尴尬，这些都拔过的，没有，完全不是，因为他的那个是，他会蛮早通知你，没错，可是问题是，他刚好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都选到我那天，真的是我真的在忙。是这样吗？对，我觉得是去照顾新妹。对，不可能，因为你看他的生日 party， 他自己他老朋友不想理这样，他就被拍过，不会再拍第二次的。他就换别的作品，回头拍的。对，跟你已经不会被拍头彩，对，没有再被拍两次，就只有一次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杜岩，你要赶快掌握，他只拍一次的。主要是他跟狗仔那边没办法达成协调啊，那个已经拍过，我们不拍了这样。对，直接不来就是。哦，那你再往拍就有性感教主应杰，应杰，你都没有解释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他拍的照片，如果你不认识他，对不对？你真的不会知，你就真的以为这是国际的名模，然后在那种国际的时尚杂志上拍的照片，都是时尚大片。谢谢，超厉害，他那他随便找个沙滩拍就不得了了。哇塞，太厉害了！请摄影师吗？对啊，因为可能我自己就是现在有代言运动衣跟泳装的品牌，所以就常常去，像最近就环台拍摄回来。你去年好像有去那个巴厘岛，对，哦，这样，对，你也在是不是？你跟团是不是？你有去巴厘岛是不是？上树山摄影师，其实我都忘记了，康哥还记得，我有贴胡子在那边假装摄影师，戴帽子包起来。不过他拍的照片真的好看，这真的厉害。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要去追他。你们追他的照片，你们才知道什么叫拍照，什么叫美，什么叫身材。而且他拍，他虽然是那种，比如说运动内衣啊，或者是那个泳装哦，可是他拍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健美的感觉哦，不会就是有些人为了拍那个要故意摆那种很我应该说很高级的性感。他整个肤色好漂亮，嗯，最近又晒好黑，对啊，这很健康，健康的漂亮。你看你在他旁边，他惨白，对，哎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你是贫血的，没有穿太多，很重，哎，请坐，很虚。其实有时候太赶了，会忘记穿内衣来上班的。哇哇，真赶，就只能马上找看有没有什么类似，就是胸贴。终于等到出头的机会。我上班跟下班是认不得的。换一个人了。哇，还背这个背，哇，镂空，哇，麦不用，想当那个麦。欢迎下一位来宾，晶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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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哇哦，这看还要讲吗？我就是跟你老婆同行的，是。那你就先改去吧。啊，不是，为什么？不要，没关系。OK， 你好，不要再过来了啦，晶晶。一看就知道空姐哦。对。那今天三围是31、25、35。这样坐飞机会不会累？飞机不会啊，因为你在飞机上要一直工作啊。还可以啦。因为很多人都以为空姐好像就没什么事，其实空姐很多事，很忙，超忙，真的很忙，超忙的。对，我们其实很多前置作业要做。空姐，服装仪容，包括头发、化妆，全部真的管理严格，非常的严格。我们每天的上班前一定都要做全身的服仪检查，就要整个人转一圈这样子。那是给谁检查？给客舱长检查。而且我看过他们受训的时候，连化妆都要教。对，我们会有美姿美仪的课，然后化妆课跟发头发的课。哇，这么你是外商的航空公司？不是，台湾的。台湾的，对。穿得很看不出来哈，对，因为他们其实不太能穿自己的制服，千万不能，对，不能，只要穿自己制服出来都是已经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出来参加活动，因为好像是不行，对，可是比较忌讳这一块。可是那这样讲哈，你们必须很讲究，你也很讲究，对。我想请教一下，有时候你们出班很早啊，比如说你们有时候早班飞机，你们可能4点就要集合，对。你几点起来准备啊？我都是算就是报到时间往前3个小时要起床。哇，就跟搭飞机一样，不用睡了。不用睡，有时候像红眼航班可能2、3点就要报到。哇，我就是凌晨12点就要起床。你们一定要像这样到达公司，还是说到公司还有时间弄？看自己。像我的话，我都是会全部弄好，然后头发也绑好。直接这样子去公司，可是有些人是会到公司之后，他会提早到，在那边化妆跟绑头发。那你这样的话是有奖金吗？还是
没有没有没有奖金，我也想要额外奖金，激励奖金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全装到就是对啊，奖金激励奖金，自动自发奖，认真模范生，嗯，模范生，对对对，我公司看到他来上班就警卫这样，标准多完美的来。那你这样入行几年？一年半而已。哦，那还蛮，但看起来就是最近比较轻松厉害的。对啊。没有航班。哎，等于你入航班，你就遇到疫情。哇！没有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喜欢穿性感的衣服。其实你知道，空姐大家都一个比一个漂亮。那我长得也没人家漂亮，也没比人家瘦。不要这么说，太客气了。你客气什么？我老婆很多同事都是，都是也是很漂亮。对，我就觉得是空姐大家都是一个比一个漂亮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只有就是身材的部分比较。有优势，那就已经很棒了。该说你谦虚还是有大的聪明，好不好？像他这样，我们都会很期待他弯腰递饮料给我们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期待就浅。嗯，我们这种期待在外站遇到他，哎呦，尤其像夏威夷有没有？哇，我看已经下班了，他们是一定会留在那边嘛？他们会有几天的休息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看到他，哇，我上班跟下班是认不得的。哇，对耶，第二个人格。你们不是穿制服就有压力嘛？就是要正经，然后也不是自己的衣服。那会不会你的内衣就特别？我想要穿自己喜欢的性感一点的。会啊，其实就是因为唯一的就是乐趣。小心机，对，穿不到自己的衣服，那就干脆期待有一天被看到。被看到，你说怎么样才看得到？好像是选秀节目被看到，我的才能有一天。可是很多学姐其实有时候太赶了，会忘记穿内衣来上班的。哇哇，这么赶，这个爆料这么好，不是我没有。跟我讲哪一个航线？几点开放之后先定，把他们的员工码写出来。有时候太早了，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，然后就套上制服就去上班了，到公司才发现没有穿内衣。哇，这么那不是很尴尬？对啊，就只能马上找看有没有什么类似就是胸部。终于等到出头的机会了。出头！你们同事下班聚会一定要穿的性感，可以不要照着念吗？出头了！不是，因为你平常很压抑嘛。对。所以你们下班的时候，你们同事会约一群，大家都穿很露。对，就比较性感。像上班我们穿的制服就有点像上戏的感觉，就是要变得很端庄。你好，欢迎搭乘这样。可是我们下班之后，就是大家都会大解放，一个比一个露。我们都还会有那个群组在上面写公告，说禁止上空什么之类的，就不能太吸，不能太就是大家就是有胸露胸，有腿露腿，大家都一个比一个性感，然后一起去吃饭啊，唱歌。规定主题，今天是什么日？今天是黑白趴什么？穿一样，各位好嗨哦！真的要聪明。在外站遇到他们，你们真的会挂掉，因为第一个外站在国外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，对，他是谁，所以他们会把自己弄得更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，海边是巴黎啊，尤其是那种特别有名的海，环岛，不是夏威夷吗？关什么岛？眼界可不可以开一点？因为夏威夷他们会住久一点，关岛有时候只住一个晚上，你都观察我这样，为什么这么了解？有班表，下面他都买了，他们走了，小飞仔，这次来住几天啊？住哪里 ？OK， 好了解，遇得到，大家讲这种烂话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他在下班时候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到底穿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期待，晶晶，哇，晶晶，哎呦，哎呦，水晶晶哦。来，看不出来，到底空姐在外站穿什么呢？对 ，Fly Attendant， 跟好细 ，Fly Attendant， 哇，漂亮，很漂亮哎，哎呦，手这个有气质，哇，哎，认不出来哎，走秀一下，走秀，换一个人了，哇，还背这个背，哇，老冲，哇，麦不用，想当那个麦。长得怎么样？等一下，这是刚刚那位空姐吗？是同人吧？这个有完了。同一位。哇，头发放下来差好多。对啊，真的哎，是另外一个人格。其实他们光把头发放下来就差完全对差很多。所以你太太现在是剃光头啊？不想有差别，强哥。
哇，好厉害哦！跟他们交往很棒哎，就像交两个女朋友的感觉。哇，真的，完全不同 style 哦。他们这种厉害的三四个，我说变更多，对，三四个他。哇，好厉害！有时候回来变警卫。哈哈哈哈哈！玩太硬了，我们开车打挡，有点太硬了吗？太硬，太硬。OK， 来，我们要看看他其他的服装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夜店？接下去夜生活喽。你在唱歌的时候，唱歌，唱歌就这样喽。哇，还在国外吗？订包厢？对啊，哇，好想认识哦。几号包厢？小 case 而已。这小 case， 小 case。下一张。哇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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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是在缠道，关岛。这个是那个湖吧？关岛。饭店前面。苏湖，苏湖。是蛮舒服的啦。跟同事一起去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自己出去玩的哦，好爽。他这个比基尼颜色选的真好，真的，那个绿色跟那个蓝色特别抢眼，看对，皮肤又白，厉害，又白，我的老大哎，好想念关岛，你是想念他穿这个套吗？习惯，明明都是空姐，怎么样？空姐真的厉害，对啊，你太太脱口而出了，对，再差一点点，你有听说过你太太差点又闯祸了啊？你有听说过你太太在关岛的事情吗？你知道的。担心了一下，我只是脸突然变了。对，没事没事，真漂亮，所以空姐真厉害，所以很多人喜欢跟空姐是这样。嗯，他们都一样的，就是你就不是跟一个形象的女人在一起。对，太好，很多变。你现在不要没有自信，男朋友有有，你男朋友属于哪一种型？高高白白的，然后高高黑黑的，韩系韩系韩系日系日系也不行，有啊。脊椎上蛮像的，有点，哎呦，有点不行，这样，有一点不一样，不行啊，是还有校正起来是有好事要发生。空姐好像都喜欢跟高的在一起，哈笑员要不是高，他绝对不可能。毕竟像地勤、空少什么的身材都，因为空姐也有限身高嘛。因为我老婆她其实在婚前，她自己私下跟我讲，她是非常欣赏张立东的。所以嫁给我也不奇怪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是平常欣赏陈建州嘛？陈建州嘛？不行，你讲悬崖勒马，就最后看起真的这哦，这太丑了。陈家俊是机长吗？男朋友不是不是。对，那他做什么的？也是在机场上班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就行警。行警也蛮都蛮帅的，对不对？每天就进门一开就，刚刚是谁跟你搭讪？快快，把你身份证撕掉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